期在比赛开始前的话，大家好像挖出了你以前在社交平台上像写日记一样的说自己的训练观念，你看了吗？昨天看了，昨天看了，带个饼是吧？什么？带个饼。啊，带个饼，还有那个，小时候也没人跟我说练乒乓球要要跑跑步，步，对，你自己觉得回看的时候哪个部分让你自己觉得，啊，我当时怎么说出这种话？你觉得特别社死时刻？没有，就觉得当时那么辛苦，为什么还没瘦下来啊？太辛苦了，当时感觉。这个周期里面。对，现在可能慢慢，小时候确实比现在要胖嘛，这长大了好像好一点。对于你来说，平时训练最辛苦的是减肥吗？最辛苦的不是减肥，是保持体重，是保持体重吗？保持得很辛苦，别说减肥了。你这人变成好锁骨突出了，好平坦啊！你这样，我操，这咋那么夸张？真的，你看他这块特别明显。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是绝对是练身体练的。练身体练的。他就是给我身体练的，就是感觉好像是。身体练就是练的感觉是拉小。我其实我挺胖的，有点没吃胖。梁靖昆都瘦了，你有压力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祝他的幸福吧。祝他的幸福。2000 years later， 樊振东下到了最后。樊振东刚刚战胜和你一样之前保持全胜的梁靖昆，我感觉你刚才非常激动啊，赛后跟现场所有的观众在打招呼。确实今天对我们两个都很关键吧，包括对整个比赛走势也很关键。今天能够赢下来，我觉得首先自己有一个好的位置吧，然后也是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然后也是感谢这么多人来到现场为我加油吧。打那么酣畅淋漓，除了我们两个不知道对方多重以外，别的都太清楚了。其实确实都是队友吧，然后互相也都在一块训练，彼此之间也是非常了解。然后今天也是做了赛前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吧。